三四岁的小小孩穿上迷你版的消防衣，模样实在超可爱。然后这个我们要怎么放下边？哦，好远哦。手拿改良过后的灭火器灭火，这样的体验很新奇。灭火灭火！我刚才在灭火。对，去一，而另外一头是 CPR 急救，爸爸带着孩子一起学习，撑起来，然后你要喊一上二上三上，一上二上，手不能跳起来。这个东西就是以防万一的，我们当然是学会了，不用到是最好的。对，但是有需要用到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可以帮人家。防灾要超前部署，慈济基金会结合苗栗消防局举办这一场亲子防灾体验营，现场有许多救灾的体验活动。嗯，加油加油！小朋友陪伴的长者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。 他们可以有一种反射的动作，可以让他们加一层的保障。那这个人非常的多，这样寓教于乐哈，很接地气。自己购物自己办。现场也一起呼吁减速行动。苗栗县长特地来共襄盛举，很多的这个垃圾哈，大概捞起来或者是说清出来，三分之二都是塑胶。身为一个地球人，要善尽一个社会的责任。 爱护地球，从自身做起，珍惜资源，你我有责。大爱新闻，张立军、郭继宗，苗栗报道。